谢霆锋做菜是什么水平？我没有尝过，但商业水平一直在线。 原来他早在2005年已经成为店铺业主，当时他应该只有20出头。想想20出头，你在干嘛呢？根据网上消息，谢霆锋曾经在一些自述中表示，在商业领域的第一桶金是来自地产投资，除了住宅物业之外，他很久以前已经投资店铺了。今天看看他铺位的投资版图，我们现在就是去他差不多20年前投资的店去看一下。 这是这里中环1号广场地下6到8号铺，他早在2005年，总共以2080万港元，一口气买了3年号铺位，目前市值已经过亿，不知道升值多少倍了吧？我们看一下这两个铺位，这个是6号铺，面积约239平方尺，目前住户是这家甜品店，而7、8号铺就有时装店租用。 面积共约620平方尺，只能说难怪谢霆锋是娱乐圈铺王之一，只是中环已经拥有这5家店铺了。今天先说到这里，记得订阅、点赞以及收藏哦。